哇塞！今天发现一个很可爱的手游啊！Oh my god！乔沟竹约啊！哦，Game 是一个卡牌对战手游吧？我们直接玩法教学呢。一开始你可以选择你的职业哦。所以一开始只有一个职业，教程模式要开吗？好啊，反正我们今天刚好教学啊。一个老鼠的，好久。哇！我整个爱上了，好漂亮啊！什么鬼？而且他的画风也太可爱了吧！嗯，来，今天玩法教学。哦，所以卡片是可以让我们用来盖东西。哦，我还可以重抽哎！Oh my god，这也太棒了吧！好，所以金币的取得方法，像你可以布一些月形兵。嗯，怎么这么好玩啊？那这边啊，还可以交易哦。啊，这边就是你自身的卡片，然后应该是大学的冷却时间，就是会有一些卡片吧。哦啊，这边也可以这样赚钱啊！哇，那就够足呀！啊，你看，所以我们每30秒就可以再弄一次，那这样来取得金币。天哪，哼！那就好玩，然后你可以缩远或是放电，而且那种倒影呢，哦，怎么爱上了？啊，这你就可以攻略哦，你看，开始守城塔，好像可以学宝箱，那宝箱你看，你可以就是，也可以盖一些面包店，随便你选。哇，这个游戏绝对好玩啊！太过分了啦！哦，这绝对好玩，这手游绝对好玩，我真的不知道有这么好玩的手游，而且它是创新玩法哎呀，我知道大家都玩腻了那些传统的玩法，就是要有一些创新的。那你可以自己买你想要的东西，想要的卡片。啊，通常我们会买最便宜的，就是我们刚才赚钱就可以买这些东西。那你就可以再重创啊！哦，完了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谁创的玩法啊？这玩法真的做得太好了啦！天哪！